个是这个是心脏的那个自动体外式除蓄动器，就是心脏如果突然停止的时候，就用这个 AED 来，就是说做心脏的那个按摩。心脏受到这个电的那个冲击以后，就会让它就是说重新启动。心脏的自动体外式除蓄动器，这是怎样使用这个 AED？